我今天又来霍霍美食来了，辣子鸡，我闺蜜推荐的一家店，还有一份蘑菇炒肉，吃了一半，全是以辣为主，还有龙虾呢，少数民族开的店。好久没有吃那个什么辣子鸡了，看吧，等等，我看一下我作品，好久没吃，主要是找不到一个特别好吃的这店打卡，以前的店味道都变了，感觉。是我闺蜜推荐那家店，它这个辣子鸡就是用安吉海的辣蹄子煎鸡炒的，是那种甜香的，有一点点脆，配大米饭，还有蘑菇炒肉。不辣太辣了，真的。我刚吃的时候还是那种香脆的，直接上头了，嘴巴都麻了。不过他们家这味道还可以。夸张。咸咸淡淡的味道。还是用花卷配这个蘑菇菜好吃。哎呀，这个太辣了，真的辣死我了。不过还是蛮香的，特别脆，鸡肉块都是。位置在王三街这一块，月亮泉小区旁边。